但请逢财会影响到发展的观光产业。泰国观光客来台湾自由行，很少，每次知道提防观光业者受骗的。还有今年前一日，将复航的山东航空又停飞，提防方包含交通、旅宿也都产业链都安全会停顿受到影响。希望政府除了爱加码补助以外，还爱从事东部观光，爱让的将会延续几年下去。热天是发展高山景点发挥时节，也是恢复发通水脑热感。无论是山线、回线都有人去。泰流次游客旅客，当年来台湾大概是多100万三遍呢，超过一半会到发展了。了白函数，提凤认为是最近几年来冲击观光影响体态的。我想对我们的杀伤力非常大哈，因为像我们一些新马港澳的客人来台大概是五天，他可能不会到我们东部来。但是陆客的八天七夜，或是甚至10天到15天的，几乎都会到花莲来。我们目前这样预估，应该至少保守估计会在2%到3%左右。唔但像安阳今年七月头涨幅轰盖山东航空，其北花莲涨盖两月天优先补天贵，业者呼吁政府会加大警示风险该发法。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山东航空的断航，能够证实花莲的。这个机场要如何来活络，如何来增加更多的航班到花莲来，这才是我们所期盼的。考量到花莲没有其他替代产业，李伟向媒体认为，到观光还是东部主力产业的情况下，除了会补助外国，还开始要强化体制。我们也要特别拜托愿意跟国发会、金管会等相关的部会做跨部会的一个协调，来就除了现在的秋冬补助方案之外，也提出一些协助我们的观光产业来度过这个难关。包含从海行业多元化、友善融资，还有数码国推球线，了掉投入改善，本交通汉卡利片了掉冲击款境界经营，将系东埔观光产业用手嘅策略。下个新闻方向，去花莲报道。